我以后去旅行，我唔会讲自己系香港人啦。我觉得自己好羞耻啊！有一班咁嘅香港人，你哋廿几岁，你哋做过啲乜嘢啫？叫个年轻人唔好咁傻啦！你老母咧，面上面嘅你记得仆街啊，记者。反暴力咯，真系忍无可忍。你点睇警察嘅执法？警察嘅执法。我影完啦啫。佢系我哋香港唯一嘅合法嘅执法者，即系你哋行晒出马路，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嗌你哋走，你哋都唔走。你哋仲要掟砖头？佢哋唔会报道噶。唔紧要。即系你都会讲到话，警察系合法嘅，但系可能有啲人就有唔同意见，可能警察都可能会过分使用呢个武器。警察，阿姐，我唔认同系过分使用武力。我嗰啲人，嗰班警察人，我唔认同，我绝对唔认同。执法系啱嘅。如果唔执法嘅话，警察咧？反世天地，你打我哋差人系唔会出嚟嘅。我想话俾你听，你嗰个暴徒好简单，香港社会可以冇警察噶咩？可以噶咩？唔系嗱，我话俾你听，如果喺香港冇警察，佢话呢个社会又系暴力。今日唔系话有问题嘅，你系咁样嘅，你有问题噶呢个？我同你讲有意见，你支持警察，唔系你支持警察。記者負面宣傳嘅都係屌你老母嘅，負面宣傳嘅你記者仆街啊！記者，我哋堅持警察，你記者全部仆街嘅，反宣傳嘅，屌你老母！你哋嗰度要亂報道做乜嘢啫？我啦，我啦，我啦，解到佢啊！我哋支持香港警察執法，真係嘅。香港唔可以講亂落去噶啦，講亂去落去，大家都唔好噶。我覺得警方冇問題喎。你成日話警方放催淚彈，喂，你暴徒唔出嚟，警方唔係無端端出嚟放催淚彈喎。警方唔係去你屋企放架催淚彈喺你間房噶喎。你唔出嚟搞事，警方做乜要放催淚彈啊？訴求。咁你唔應該犧牲人哋啊嘛，你咪自己去訴求咯。你唔應該影響人哋啊嘛。咩民主啊？真正嘅民主係包容啊。訴求你可以，我真係好贊成遊行抗議，不過要和平咯。你唔係要人哋回應啊，你係要人哋答應啊。咁都得嘅咩？點可以咁啊？因為我係睇到咧喺機場嗰兩個人，嗱唔好講中國人，又唔好講佢哋係有咩職位，總之係人都唔應該受到咁樣個看待。我覺得施暴呢一班香港人令我覺得可恥，而家已經係上曬國際舞台啦。我第日去旅行，我唔會講自己係香港人咯，我直情係會講我係中國人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因為如果再講香港人，我真係完全揾窿捐啊！我覺得。